财经脉动要来关心台股，今天金龙年开盘就大涨了五百四十八点，收在一万八千六百四十四点，成交量也将近达到了五千亿元的新天量。而其中台积电的股价更是在一开盘冲上了七百零九元大关，只差一块钱就可以攻上涨停板，也就很多人戏称“六八八 T”。当时买在最高点套牢二十五个月的人，现在通通都解套了，包括了。 网红台南 Josh 还有九妹，通通都是原本被套牢的对象。不过他们这时候就很乐观的喊出：一张不卖，奇迹自来。 红的红的都是红的，台股盘面一路从头红到尾，开工日指数一飞冲天，十五日跳空开高，暴涨六百二十九点，最高站上一八七二五点，历史新高。中场依旧一尾活龙，以一八六四四点大涨五百四十八点作收。今年台股的看法也是，呃，指数至少会上看一万九千点，啊、呃，我想这个到两万点也是呃不排除有这样的机会。 PTT 股民留言刷一排，最开心的还有台积电早盘跳空晋阳六十三元，破天荒首度触及七字头，来到七百零九元。中场涨势收敛，仍大涨五十一元，收在六百九十七元。这也代表台积电六八八 T 的大学长们，暌违二十五个月，通通成功解套。曾经欧印台积电的网红九妹跟台南 Josh 也发文赞叹：一股不卖，奇迹自来。我相信台积电挑造一兆美元。 可能性是存在的。赌对边的还有财经专家谢金河一家。谢金河的母亲曾在一九九三年买了六十元的台积电，报到现在三十张的市值就从一百八十万涨到两千零九十一万。今年过年，谢妈妈把台积电股票送给十一个孙子，换算每个小孩领了一百九十万大红包。外资给他的评价啊，现在基本上都看到七百块钱。 甚至有看到更高的部分，但对比 AI 股的旺，剩下观光股独自惆怅。由于政府年前宣布六月之后不开放前往中国的旅游团，五福逼近跌停，富野、山富、一飞网跌百分之八。饭店股韩舍、云品也受波及。开工日呈现两样情。记者卢旭明在台北报道。